哎，都是梁亮那小子捣乱，要不这些书早进作训科了。哎，也不能这么说，梁亮也听倒霉的。哎，我说你小子还有没有点阶级立场啊？我这一走啊，还真有点不放心。哎，怎么，发现敌情了？你知不知道医院那高主任？ 就是戴眼镜、纹着彬彬那个，那谁不知道啊？他爸是大军区的三号，怎么被他给突袭了？说不好，也许是火力侦察。那你可得小心点了，这小子不一般呐。我这一走啊，就为这事发生。 不知道李靖那儿，那你还等什么？迅速拿下抢占摩天岭啊！李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，我必须尊重他。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打退堂鼓了？我打退堂鼓？我陈大虎是那种人吗？陈大虎，动作够迅速的，东西都收拾好了。 哎，科长，我是提前准备一下。是这样，咱们科的关参谋家里有急事儿，休假了。我跟干部科打过招呼了，再留你一段时间，否则这段时间你再走，咱们这科这工作就没法干了。留多长时间？一个月，好好的再干上一阵子。科长放心，我一定踏踏实实。 兢兢业，完成好工作，你指哪儿，我打哪儿。态度不错，好好干。是。<笑>天助我也，一个月足够了。一个月，迅速占领摩天岭。朱排长，我这两天请两天假行吗？请假啊？就请两天。打个报告吧。嗯，好，我这就去。 你好，朱排长。梁排长，你找我呀？朱排长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我想跟你谈谈。跟我谈？对，现在。哦，那屋里请吧。请进，梁排长。哎，你坐。 喝水吧。哎，不用了，朱排长。我就几句话，说完就走。哦，好。朱排长，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你上次对我说的话。想来想去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今天过来就是问问你。哦，你说吧。 你上次说是因为上头有人说话，我才没有被调到作训科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人一定是在帮陈大虎。不会的，梁排长，你千万别瞎想。我陈叔是非常好的人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那一定是他妈妈。 应该不会的。去哪儿啊？我等你半天了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进屋说吧。朱排长，进去吧。我老家寄来了新茶，你拿走点儿，省得我给你送了。哎，你不是给我留的吗？你一个人喝不了那么多。王参谋，不用了，我从小就不喝茶的。那进去坐会儿。 不了，我找大虎问点事儿。去吧。那你们聊啊。什么事儿？你快点！又怎么了？神神叨叨的。我问你，是不是宋阿姨动的手脚？什么手脚啊？梁排长的事儿，别给我装了，逗人告诉我了。那我就不瞒你了，确实是我妈找的人。他。
你怎么能这么干啊？这是跟我没关系，我一直反对他搅在里面。谁信啊？就你平时对人家那种态度，鬼才信你呢！天地良心，大君，我不骗你。太过分了！你知道梁排长有多难过吗？说实话，这两天我心里也不舒服，我觉得挺对不起他。 对不起就行了，对不起就行了。你知道人家为我做了什么吗？要不人家救了我，我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说说，啊，怎么了？前天我们去查线，一号线的电线杆倒了。他受伤了？啊，没有，他力气大，扛住了，就擦破点皮。 他不是另有图谋吧？你怎么这样啊？人家梁排长不让我告诉别人的。他也有不算计的时候。你的心就是让狼给吃了。我也希望他是出于自觉自愿。我都跟你们说过了，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梁排长。这么说，这小子也有好的一面。 既往不咎，就算是我原谅他了。大君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？早告诉你就能改变他的命运啊！他救了我的家人，我得好好谢谢他。你真要谢他呀？有恩必报，这是我陈大虎做人的准则。哎，大君，你说我现在该做点什么，能帮上他呀？ 你要是真想谢他，找一下范叔叔啊，把你妈干的事儿和梁排长的事情都告诉他，请他向上级反映。啊，这节骨眼上，没人敢找范叔叔。不是，要不你去得了，你去，效果还更好。大军，你替我说算了。这事儿。 不能替、啊。行，等有机会，我去找范叔叔，行了吧？战友，战友，亲如兄弟，这名。哎哎哎，你快看，这小子早来了。别这小子那小子的，让人听见不合适。嘿嘿，我说你怎么还化敌为友了？ 去练去吧。哎呀，这两个超级大国要是握了手，这第三世界的国家可怎么办呢？梁排长，你还好吧？正常。练多少了？悠着点。听大局说你受了点伤。受点伤不算什么。 只要不被人捅刀子，不是，哎，就算心情再不好，也别跟自己过不去。你怎么知道我心情不好啊？看来你一直很关注我。看都看出来了，你脸上写着呢。哎，不是。 现在练习了吧？啊，现在瞧成这个样子，快点，重来。朱排长，能说句话吗？ 朱排长，我刚才碰见陈大虎了。他不会再跟别人说了，我只跟他说你受了轻伤，我没说冯宪的事儿。你们好像无话不谈啊。
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是去帮你问调动的事儿。话赶话的，就说了。你去问他。你觉得他能给你答案吗？找他就对了，他都……我是说，他人挺聪明的，在机关消息又多，所以……最关键的是，他有个当副军长的父亲，还有一个手眼通天的母亲，对不对？妈，什么事儿啊？一大早叫我。昨天晚上老虎跟我谈话了，说咱们家要出大事儿。哼，咱们家能有什么大事儿啊？朱庸君要来了。什么？佘老太医要来了？那好啊。好。他一来啊，你就得跟朱大菊订婚。你干嘛呢？这臭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。您说什么？800年前的事儿了，说着玩的，我爸怎么能当真呢？我也没当真呢，可是你爸说他跟朱老太太早年间就定好的，得这回朱老太太一来啊，你还非得跟朱大菊订婚不可了。开什么玩笑啊！我跟大菊订婚，你把我拉刑场上去，一枪崩了我得了。那我还想不通呢，你回去问你爸去。梁排长，我都跟你解释这么半天了。请你一定相信我，这事儿跟陈叔叔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阿姨。果然是他妈妈。不是，这事儿跟大虎也没关系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怪他。人家是副军长的儿子，我一个小小的排长，我还能把天翻了？谢谢你，朱排长，告诉我实情。我是无辜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别老在这儿晃了，晃得我直头疼。我跟大菊是哥们儿，好的不能再好的哥们儿。就算我把她当成丫头，也只是能帮我打架的小妹妹。再说人家大菊，也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。她想没想过你知道吗？这人心隔肚皮，你也别把她想得太简单了。人家大菊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俩绝对不可能。妈，我求您了，你赶紧想个主意。现在想起你妈来了。看在你儿子水深火热这份儿上，您就拉兄弟我一把。行行行，哎呀，你这没大没小的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慌不择言。你呀，还是赶快去找你那朱大菊哥们商量商量吧，啊，看这事儿怎么办。我找他商量有什么用啊，妈？你回去跟我爸回绝了不就完了吗？我倒是想跟你爸回绝呢，你看着你爸那脾气，我敢说个不字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要是真想让你妈帮忙啊，那你就得听我的。行，只要不让我跟大菊订婚，你说什么都行。真的？妈给你出个主意，妈到外边啊去给你找个好的，然后呢你把他带到家里来，就跟你爸说呀，你们两个早就定下来了。你爸那人他好面子，一看姑娘都来了，那他不同意也得同意啊，你说呢？高，实在是姜还是老的辣。您太有计谋了，妈！您简直就是诸葛亮在世。听您的，我马上找一个代驾去。哎，这行了，你找。算了，不是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不用您亲自出马了。您等我好消息。哎呀，行行行行了，你周围的那些姑娘，我一个都看不上，你那眼神差太远了。这次我一定擦亮眼睛，像探照灯一样找。行行行行了，别臭贫了，就这么定了，我找。哎呀，好找！我这已经不是，你已经有什么呀？你已经有了，是不是？啊！我哪能擅自行动呢，妈？你让我想想。你还想？
等你想好了，那黄花菜都凉了。除非你想跟朱大菊订婚。我现在就去找大菊，跟他来一个攻守同盟。陈大虎，陈大虎，有你的啊，大菊啊！哎哎，哟，还是股油鸡味儿呢吗？帽子给我。那你说，以后长不长记性啊？哎，你看你头上有鸟屎好几块呢，哎。哪呢？哼，你还骗人是不是？我看你是狗改不了吃屎。轻点，哥们儿。我狗改不了吃屎啊。好，我是狗，你马上就会成为狗媳妇儿了。瞎说什么？大菊，大菊老婆，咱们现在啊，就该想想结婚的事儿了。嗯，好啊，你臭小子，从哪儿学的啊？不是，我要不是看哥们儿的份上，我饶不了你。好男不跟女斗，大菊你松手。哼，我有正经事儿。真的，咱俩现在必须结婚。陈大虎。你是不是别的女兵缠了没办法，跑我这搬救兵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几天心情不好，别来烦我。大姐，这么说，你根本就没想嫁给我？你没病吧？要是我爸让你当我媳妇儿，你怎么办？别的事我可以听陈叔叔的，这事儿没商量。这我就放心了，朱大菊同志，千万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到时候你可别投降。投什么降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。你心里怎么想的，咱先不讨论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想没想过嫁给我？你没事了吧？我忙着呢。哎，你个死丫头，从小到大我对你这么好啊，今天我才知道，你心里一点都没我。我一点都不值得你挂记。没事儿就不能来看看你啊？少贫吧，我还不知道你啊。别找了，他去医务部了，一时半会儿啊回不来。医务部？他不会是找那高建民去了吧？你都知道了？不就是那高建民吗？他没洗。有事儿啊？嗯，没有，就是想见见你。宋主任还等着我的文件，我得先去了。哎，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？今天晚上我要上夜班。那明天晚上吧。我就是想跟你出来走走。跟你谈点事儿，嗯，对我挺重要的。那明天晚上8点，北门小树林，不见不散。我先走了。进，宋主任，你找我有事儿？
小乔啊，还是我们家大虎的事儿啊，你可得多操心啊，赶紧的。啊，宋主任。哦。医务部通知明天上午9点在会议室开会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这个啊，不挺漂亮的吗？你又看不上，他就不用考虑了。伤口愈合的不错，谢谢。杨排长，我能问你个事儿吗？尽管问。那天为什么害怕别人知道你受伤的事儿啊？哦，那天我是要参加个比赛，我怕领导知道了不让我上场。不过现在没事了。我的肩膀好了。很重要的比赛吗？是，很重要。我不想输。那希望你可以获胜啊。谢谢。哦，你刚拆完线，这里的皮肤比较紧，最好不要做什么剧烈运动。哎，李护士，你真细心。哎，是我老首长，明天朱大姐就到啊，你抽空到家里来一趟。老首长，嫂子现在对我一肚子意见，你说这时候我去家里合适吗？你不要听她的，落了孤一叫你不种地了。再说了，朱大姐是咱们救命恩人，你不来合适吗？还有，明天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宣布。你必须来。好，明天我一定去。哎呀，怎么了，姐？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跟你好好说。既然啊你不听我的劝，非要喜欢这个陈大虎，我就随你。可现在正是个机会。真的，姐？姐，太好了。这事儿全靠你了。你呀，先别美，我可有言在先啊，别以后过不好了你来怨我。为什么过不好啊？那我就实话实说，你可听好了啊！这个陈大虎啊是怎么样的人，我先不说，他这个妈呀可是个难伺候的婆婆，你呀就不怕将来受气？我不怕。那好，我帮你介绍，可你得听我的。好，我全听你的。这个陈大虎啊，最不喜欢整天围着他转的女孩，你别有事没事总上赶着去找他，他会看不起你的。就算不矜持啊，你得给我装点矜持。这回我也不能太着急告诉宋主任，告诉他了他就不当回事了。姐，你说那个宋主任他会喜欢我吗？你小丫头不是挺会哄人的吗？这就看你的本事了。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再见。哎，陈大虎我都知道了啊。知道什么？高主任的事儿呗。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。那又怎么？又犯傻了是不是？我怕他误会了。他不至于吧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两只脚两条船，你想好了，可别到时候都踩空了。你又来了，我们俩没到那份上呢。怎么才算到那份上？我也不知道。他今晚约了我，说是有很重要的事儿。那你呀，把耳朵竖起来听，听个仔细。哎，下班了啊。哎，脱了脱了，我就这么一双好鞋。哥们儿，帮帮忙，今天可是我最关键的时候，我要见李静，准备跟他挑明了。什么时候？今天晚上8点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再不抓紧，黄花菜都凉了。现在的形势太复杂了。怎么，有敌情了？老头子，
让我跟大菊订婚。朱排长同意了？他不同意，比我还刘胡兰呢。有性格。那这皮鞋拿去拿去，你的第一站也事关我的未来啊。看什么看？我知道我配不上朱排长，配上配不上的还不行，我自个儿琢磨琢磨。锤子，我无条件站在你这边，我也永远死心塌地的支持你。祝你凯旋。慢点呢，等着。来，带上。帮我一下啊！大虎。哎，妈，阿姨。你爸给你来电话了？没有啊，什么事儿？朱老太太提前到了，她让我押你现在就回去。今天啊？就现在。不是，走吧走吧，赶快。不是妈，快点。妈，您这，我们走了啊。哎哎，得，这下别凯旋了。你这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妈。见了朱妈妈，我点一码我就得回来，行吗？这事儿啊，得听老虎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可是关键时刻，你可千万别惹他。只要你答应放我回来，怎么着都行。陈参谋，啊，首长好。你好，这姑娘，你怎么给妈介绍介绍啊？啊，战友，玛丽莎。玛丽莎。这名字挺好，挺有意思啊。首长，我帮您拿，正好我给你们顺路。哎呦，这多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咱们姑娘多懂事儿，你可从来没帮我拎过包啊。姑娘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是进城吗？啊，不是，不过陈参谋答应过两天会带我进城玩的。玛丽莎，甭送了，我来拿吧，到时候给你打电话。妈，咱们走吧。哎，首长再见。啊，再见。妈，我得回去。哎呀，人家姑娘都走了。不是，今天晚上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儿，办完事儿我马上回家，行吗？不行，老虎还在家等着呢。走。不是。宋主任，首长让我来接你们，他说务必要把陈参谋带回去。你看看，来催了吧，你赶快上车，赶快吧，赶快走。这就走啊？啊。哎呀，看来你和陈大虎是想往前发展了。怎么说呢，我既替你高兴，又替你担心。为什么呀？我可提醒你，咱们宋主任可不是一般人，你要是想和陈大虎往前发展，就得学会怎么对付他。我和陈大虎只是普通战友关系，扯那么远干嘛？别遮掩了，就你那点事儿我还不知道。再说一遍啊，宋主任这个人说一不二，怪着呢。他怪不怪我不管，我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。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你要是把宋主任哄好了，那你和陈大虎的事儿不就成了吗？所以以后你再见着人家，别躲得远远的，得学会巴结人家。巴结人的事儿啊，我从小就不会做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反正我嘱咐你了啊，别怪以后我没给你交底儿。知道了，老婆婆。谢谢你啊，我走了。哎，不谈事儿吗？拿长笛干嘛？不告诉你。行了，小王，你回去吧。是。
大伙，你跟那个玛丽莎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啥关系。你别把你妈当傻子骗，那姑娘看你的眼神都不对。哼，那是你看她的眼神不对，别瞎猜了，进屋吧。我问你，这个是不是你自己看上的啊？这姑娘是哪单位的呀？妈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切，你呀你，小陈子，嗯，大虎子和大菊的事儿咋样了？大菊呢，表现不错，进步很大。嗯，这个大虎是不争气，我怕耽误他们进步，一直没挑明说这件事呢。哎，儿大不由爷，女大不由娘啊，我总有点担心这俩孩子走不到一块儿。嗨，由他们去吧。那不行，我答应你的事那不能反悔啊。有你这句话啊，我就放心了。听见了吧，听见了吧，这形势还挺严峻的。我有办法。阿姨。哦，我妈呢？啊，在屋里呢。哦，嫂子，我给大姐买点礼物，也不知合适不合适。哎呀，你老范办事向来周到，哪有不合适的呀？啊，我来吧，范叔。情况不妙，待会儿咱们得好好配合。别怕，有我呢。走，我点个卯就得走，我晚上有重要的事儿，到时候帮我说句话，我得开溜。放心吧，晚上我还有要紧事儿呢。走。呦呦呦，哎，李护士，高主任，出去啊？嗯。哎，你还带着长笛，给谁演奏了？去朋友那儿聚聚。哦，你那朋友可真有耳福。那我先走了，不耽误你时间。哎，李护士，既然是朋友聚会，能不能送我一个？哦，要是不方便，那就算了，那我就不打搅了。再见。小宋的手艺真不错哈。嗯。来喽，有烧鲤鱼，还做鱼了，快吃啊！真是吃一口长一口的年纪啊，瞧把我孩子瘦的，来吃，来多吃点。大姐啊，你别管他了，就差喂他。为什么了？啊，虎子，打一瓶断奶，就是我一口一口喂大的。说实话，我还没喂够呢。我呀，就喜欢看我们虎子这一对虎眼。大姐啊，先是在战争年代，您救了陈军长和我的命，后来呢，又帮着带大了大虎，这份恩情，我们这辈子也报答不完。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，那何况是救命之恩、养育之情啊！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敬您。好，来。大姐，好。大姐，那我就把咱们那大事给说了。好啊。嗯。今天呢，把大姐给接来，我们大家团聚团聚。我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。大虎和大菊从小在您那儿长大，大菊呢是革命烈士的孩子，你们两个虽然不是大姐亲生的，但是为了你们，大姐把心都给掏出来了。她喜欢你们两个，希望你们两个有个结果。我当时就答应大姐，等他们长大以后结婚，给你当一辈子闺女儿子，谁都不许离开他。嗯。
好，我宣布完了，我们庆祝一下。来，来，你们慢慢喝，我去看汤好没好啊。我帮帮我妈。啊，我也去。都坐下，坐下。 大虎，你的太表完了，不同意，是吧？大菊，你呢？我和大虎想的一样，我们是哥们儿，不能结婚。你说的是真话？真话，陈叔叔，我从来没想过这事。 你就别管我们了，不要搞小动作。大菊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怕他？不是，陈叔叔，我才不怕他呢。你们要认真考虑一下，特别是大菊，你要理解你妈和我的心情。 当然理解了，做一辈子兄妹多好，没有比这再亲的。你给我闭嘴！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也不是味儿呢？陈叔，大虎还有事儿呢，要不让他先回去吧。对，我要改稿子，领导明天要。 算暂时过关了，大菊真够哥们的。你小子别美太早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看老太太脸有点挂不住了，你爸呀不会轻易饶你的。是啊，所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。你到时候等我电话啊。啊？什么事儿？小乔安排咱们见面啊？不是，您就放我一马吧，我自己解决。什么？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拿这么多？啊？我。 宿舍吃啊，这两天我就不回来了。说大姐啊，千万别着急，当心急坏了身子啊！这件事儿让他们俩再好好考虑考虑。还考虑什么？大虎那儿我盯，就是这个大局，你要跟他好好谈一谈，不要让他跟大虎瞎起哄。大局长大了。 该有自己的主张了，这次恐怕是他自己的意思。你的意思，真是大局不同意吗？姑娘大了，也许是有了自己的心思。缘分没到，兴许啊，这俩孩子。 就是兄妹的缘分了。哎呀，大姐，大姐，你千万不要着急，这件事情由我们两个人来办啊。只要大菊同意，大虎他跑不了，啊。哎，大菊，谢谢你啊，真够意思。我也是为了我自己。 替我跟猪妈妈说一声，今天我就不陪她了，过两天我回来啊。哎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急成这样，军事机密。哎，有我一个人扛着，真不够意思。
来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关系，难得这样的环境，这样的心情，我也好久没有吹长笛了，倒要谢谢你呢。云还停在蓝天中。